新闻介绍从镜头摄影来加义市，要来看就是为着来迎接着虎年的开春。加义市长吴炳辉伫咧正月初一是特别参领着政府团队前往各大寺庙来参拜祈福，祈求新的一年国泰民安，一切顺心。市长吴炳辉强调，今年考量着防疫优先，所以加义市政府是来取消着过年发送红包的行程。伊嘛特别提醒民众，伫咧平常时啊，都爱维持着拱手不握手。骨力洗手，同时一定要记住将嘴暗挂好，来做好个人的卫生管理，平安来迎接新年来到。因应疫情变化，嘉义市政府伫咧今年农历过年期间，取消伫咧庙宇发红包的活动行程，但是祝贺民众的心意无改变。在正月初一，特别由市长吴炳辉率领着市府团队，做回到游天宫、嘉义神风庙。求华山地藏庵来参拜祈福，祈求市民身体健康，虎年行大运，嘉义市会当愈来愈好。真侪参拜民众看到市长吴炳辉，马上动热情向伊问好拜年。祈求虎年富顺，国泰民安。嘉义市政府表示，各寺庙配合防疫，伫咧新年期间采取单一动线，互信徒入庙参拜。现场实施着实名制、量体温、挂嘴罩、含手部消毒等等防疫措施。防疫民众一定爱伫生活当中持续来做好着各项防疫的工作，安心参拜，平安健康过好年。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江义奇采访报道。